老张张馒头先生，对不起，哦，没有通知到你是我的错，哦，明年我一定改进的，哦，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同修们，哦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哦，能够拨空，哦，昨天到寒舍去走一走，哦，在此祝福你们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阿弥陀佛。那昨天的节目主持人。